大家好，我是村田さん。我现在在东京的羽田机场。大部分的人也许会从羽田机场进出。村田さん讲讲从羽田搭飞机到台北松山机场哦。看一下国际线航厦的介绍图。那我们先从二楼的入境大厅看看吧。入境大厅的店家都恢复营业了。接着去看看三楼就近大厅吧。你们有来过羽田机场吗？看一下羽田机场就近大厅。一起去美食街看看吧。这里是村田さん喜欢的日式甜点，晚一点介绍给你们。乌龙面店还是关着的。哇，还没有开店。你们看，这边有一座大桥哦，一起上去看看吧。哇，好多阶梯！村田さん行李有点多，还是搭电梯好啦。
这里是政府人喜爱的绿便桥。我走过桥了，前面有什么呢？接着去蒋万台看看吧。哇，这里好大哦！你们看到了吗？那我们回到四楼吧。这里是烤肉店。这边是咖啡厅，哇，每个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江江，请看木拉山店的甜点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那我开动了。嗯，超棒的。白玉和红豆看起来也很不错。我把甜点吃完了，觉得这里很棒。那我差不多要前往饭店了，感谢大家今天也收看到影片这货，你们喜欢今天影片的内容吗？木拉山越来越想出发去台湾了，希望你们也赶快来日本玩哦。那我们下回影片见咯，再见，またね。